软装抠搜指南，我阿姨家的装修我是真的 respect， 150,000硬生生装出个500平的别墅，就这抠搜水平，我觉得给她200万她都能把高速修了。外墙砖内贴省钱，不吊顶直接贴石膏线省钱，火锅店石板砖贴书房地面省钱，背胶马赛克做窗台石，文艺又省钱，厨房橱柜全部购买门店样品，不用通风直接入住还便宜，商场车柜买的皮箱3个100，400块的木门，50块一卷的壁纸，50块的铁艺灯，刺激。